你好，我是终结长发男，我现在在医院急需用钱，因为跟歹徒搏斗的时候皮夹掉了，只能找有缘人借钱。莫名其妙的简讯，长发男许先生也看到了，病床上澄清要大家看好自己的钱包。但有奇怪的简讯会继续说我缺钱还是什么的，盗用我的照片之类的，要注意一下，大家注意一下自己的钱包。他自嘲，没想到我也有被抄的一天，大家不要被骗了。经过台中捷运事件，他 IG 粉丝已经破万，私讯多到爆了。长发哥的 IG 现实动态是满满的关怀慰问。我们的欧尔麦特没事，他出来了。朋友在病床旁边竖起了大拇指，说手术顺利，以日本漫画英雄称他是台中欧尔麦特。长发哥则是比出爱心的手势。病房亲友探视慰问，似乎让他减轻了受伤的疼痛感。他是一名健力教练，也正在准备参加精英杯比赛。他说应该不会缺席，但是成绩可能不理想。朋友说要替他办一场。金杯没比，我也办一个比赛让你比。一定去。长发哥人躺在病床上，从他的视角看来，病房许多人来关心，开玩笑的说变成同学会了。个人的力气啊，是，一定没还好，还好，只是肥而已。对啊，而且拿着刀会怕啊。就如朋友说的，不是所有的英雄都披着披风，有时留长发。TBS 新闻廖凡英、许立凡、赖崇荣、吴淑萍台中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BS 新闻网 APP。